吗？没有，没有，是真爱。不论你爱不爱一个人，你要从做完爱之后，一年半没有做爱，去吃大便。哇，非常 sexy。I just walk out the door. Everybody looks, yeah, everybody pause. Got the star that I fuck. Oh, sexy. Yes， 这是双关吗？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其实是真的是被乱改。我最近维基不知道为什么被乱改，而且上面有很多我的亲戚都不是真的。马来西亚华人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马华工会霹雳州联委会受委委，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哎，而且他是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还有台湾都有演出很多的广告、跟戏剧还有电影。然后现在又担任体重的管理师跟运动营养师。对，下面的大概都是对的，就是我在娱乐圈发展的这些背景都是真实的。然后你以前又是足球队、桌球队跟游泳选手。对，你到底要多十项选手？神经病！我觉得运动员是一种心态，就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心，会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可是你要让，就是你要去工作，然后去拍戏，然后结束你还要有时间运动吗？嗯，我觉得就是，还是你就是在就是对了，床上，床上也有也有。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是他，真的，我觉得他很强。我有时候跟家那说，哎，我们写那个，然后再去健身这样。我们的行程，屁啊，这么有力气啊！你问他，我们真的是。昨天不行，要前戏很重要，对吧？对，前戏很重要。继续喽，继续喽。然后又被票选为什么？同志好感度。哎，所以超多就是圈内人很喜欢你，对不对？那曾经有就是被同志约过吗？约过，有啊有啊。应该很长吧？有你，我就我们有时候会分享那个，就是我每天会收到鸡鸡照，他也会收到鸡鸡照。那你们就互相分享，我们会想这样很公平。他的比较妙啦，因为我们一般收到你就是不回嘛，烧了可以当分数。对。你是说几分这样子？对对对。哇塞！他的很妙，他们会问他说：“加纳老师，我这样可以吗？”然后他就说：“哎，你的毛可以修。”对。好。然后他去修，拍照给我说：“这样好吗？”我说：“比较好。”然后最后他说：“谢谢老师。”这样。好，因为加纳没有维基百科，所以我就是念一下他的小秘密跟一些小争议。好啊，可以哈，来哦。第一个是因为认识了台湾男友，所以才来台湾读书跟工作。对，没错。所以你上个也是台湾的男友？对，都是台湾人，我就在乌克兰认识的嘛，然后跟他一起过来。那你那时候怎么没有想说就是会离开家乡啊？然后哦，因为我本来就很疯，我想做什么就疯，对，想做。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看，18岁很年轻，如果不去就会后悔。好，第二个就是18岁就觉得自己要出国，因为想要找想要的生活。哦，就是跟刚刚一样嘛。嗯，好，第三个就是你们两个原本是朋友，然后再变成炮友，然后过了一年之后才公开你们的关系。对。那你们当初是炮友，然后关键点是为什么想要变成情侣关系？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花很多时间。一般的炮友他们去约炮就拜拜了，但是我们比方说他会去我的生日，我会去他的生日，就真的有感情了。我觉得对，这个是问题，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就是我的经验呐，我的经验，你判断你爱不爱一个人，你要从做完爱之后看会不会想他。对对对对对，我们会觉得性爱是爱的一部分。对。所以如果性爱不过关，这个爱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我们的想法会比较是这样，但我觉得他们说好叫炮友，我觉得更像是先试车。对对对，就互相先讲讲好，因为那时候其实
我没有讲，我没有觉得我们是炮友，是加纳讲的炮友，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只有知道这个词，然后大家跟我说，是哇新班六，我这个没学过。新班六跟炮友那里有差别？哎，那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们一起上节目认识的。就是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我是在认真讲话的时候，就发现对面有一个炽热的眼神一直看着我。啊，你是从头到尾看他？对对对，只看他。在介绍他的腹肌，我就看他，我就哦，这个完全我的菜。节目有很多朋友，然后我也没有不好意思直接去跟他讲话，我就大概记得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下节目之后，我就上去 IG 找，就被我找到。等找了很久。对那谁先约谁的？他的。我先约他，我约他出来吃个饭这样。然后嘞，第一次就。没有，因为那时候我还是我在北京拍戏，在大陆拍戏，我就又回去。我记得我吃完饭之后，隔天我就飞回去。就没了，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过了一年后，一年后我回来，我们又在节目上又在遇到，因为他跟我说他喜欢海边，我就想哦，那我们就去海边，一个漂亮的咖啡厅，就喝咖啡很放松。他就突然间就把脚放在我的脚上，我这个不记得，完全不记得，我觉得他骗人，我真的会做这些事情。没有，原本还在想说，有礼貌、很有教育的女人。不要瞎掰好吗？后来我就问他要不要去泡温泉，这样。那个时候夏天八月超热，男朋友我说好。那我好奇问一下，你那个时候一听到他说要不要去泡温泉，你心态是什么？你在想？我们去约会之前我已经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自己在等这个问题。你坐在他的脸上，你要试试看。你觉得一个礼拜要几次？我觉得两三次就够了吧，因为还要工作啊。啊，如果不用工作，就是你们幸运太强。I'm so horny all the time。性爱真的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对。但是在亚洲好像一提到性爱，我不是我说我喜欢做爱，就会被人家讲说哦你很脏，你很乱，你很什么。可是我喜欢跟我爱的人做爱，这没有问题吧？对，其实是啊。而且我觉得吵架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是钱，另外一个是做爱。比方说你们有钱，你们爱吵架；如果你们没有做爱，你们也会吵架。哎，那我跟你讲，我有个朋友，他叫孙生，他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女朋友做爱。他只想要跟别人。他只想跟别人。我觉得这个有问题的哟。对他自己也承认，他就是这个问题很怪。然后他是一定要跟别人，因为他觉得那是在惩罚。所以他要惩罚其他女生，可是他，你是我的唯一，所以我要好好爱护你，所以我不跟你做爱。那你曾经有没有遇过就是跟你心思没有那么合的？对，是我之前的男朋友，都想跟我做爱，一年半没有做爱，去吃大便。一年半没有做爱，那你怎么办呢、啊？我就问了很多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个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呢，就是要考验你们两个之间的默契。但是如果你们的默契不好，你们就要禁爱爱一个月。哦，这是惩罚，很严重。而且我们觉得很多情侣夫妻的问题都是做爱可以，其实增加感情，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争吵。真的，就像发脾气的时候就直接丢进去。不是这样的，你不要乱说啊。好，先从最简单的啦，请问加纳的生日是哪一天？生日？哎，这如果不知道，应该会被揍哦。11月17号，10月17号，快到了。简单，天秤座。简单。下一题哦，请问加纳有过几段感情？因为这应该会聊吧？会啊，一定会。3、2、1。对吗？对吧？二。哇塞，你就是台湾男孩跟对啊，这是我第二个男朋友。哇塞。对啊。没有那么乱。因为听说你们就是所有的汽车旅馆都去过，北中南都有去过。那你们最满意的汽车旅馆是哪一个？我想一下名字。好，来1、2、3。哦，我们想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这个，因为那时候是我们第二次约会，开车在上坡的时候，车坏在那边，坏在中间，就这样，然后还没有到我们房间在前面这样。那怎么办？超尴尬，我超尴尬。我就讲哦，那我们先把车，我就先叫他进房间，我先把车推上去，然后我们就先做完事情之后，我们再叫接车。超好笑，超尴尬。然后充电之后车还没有办法好，总之那个车真的是坏掉了。然后后来我就想，哎，你可不可以自己打接车回家？然后我才叫拖吊车把那个车叫，对，我帮他叫接车，然后我就把那个车安排拖掉。请问祖雄最喜欢的姿势是什么？可以用画的。如果不会讲那个字的话，用画的比较精彩。来，1、2、3。
就是我就是躺着，对，什么意思？你没有想过躺着躺着，就是躺侧躺侧躺是侧躺吗？对，是。为什么左边那个人是三只脚？对，为什么他三只脚？这个是就像他进去就啊，我写了十八公分，哇塞！好了，被你们逃过一劫了啦，不然我怕你们会吵架。Everybody pause, cut the style that'll fuck up your floor. Make you think twice for your ass for my coat. You ain't ready for it yet. I'ma let you know what's coming off next. I just walk out the door. The rest just g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佳楠，我是 Aaron。今天是我第一天的暑假，所以我要去海边。但是我们有 bikini 可以穿，我们怎么办？好。我们一起买，所以你们也可以帮我选一个很漂亮的比基尼，谢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颜色。那你现在有什么颜色？现在我有很多东西，但每天都不漂亮，所以我觉得可以买新的就好了。漂亮，对。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好。你自己很喜欢吗？我喜欢那个颜色，什么款？蓝色，漂亮。好的。哎呦，这个都够啊！我很爱你，请你帮我。等一下。Got the style that'll fuck up your floor. Make you think twice for your ass for my coat. You ain't ready for it yet. I'ma let you know what's coming off next. I just walk out the door. The rest just go. I've been trying not to try. Get out my face. Get out my way. I've been trying not to lie. Get out my face. Oh my god. 那么多我们需要多长的时间？对，我们去试试看呢。Too long. What's your grind? You ain't mine. About my business, money, tim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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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Catching these checks as fast as you talk. I can sing it back, sing it fast, sing along. Holding on. I just walk out. 穿了那么多比基尼，现在要试试看。你喜欢哪一个？我喜欢，其实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哦，我也绿色的。我也喜欢。但是每个颜色都是不错的，不知道哪个最会适合我。你觉得哪个最会适合我？我觉得全部都是海绵。好，我去试试看啦。漂亮，我觉得这次是变很特别， yep. 以前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明星。Treat me with some goddamn respect. Say you love me, baby. Say you wanna be my baby. Think you know my interest, baby. Treat me with some goddamn respect. 姐姐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适合我。真的夏天的感觉，对夏天的感觉，而且你在海边走路的时候，人家会看到你，因为你的颜色很亮。对呀、啊，好，花篮，很好，是这样吗？哇，非常 sexy。Out the door, everybody looks here, everybody pause. Got the style that I fuck up. 你喜欢吗？嗯。但是你觉得会不会太多？就是too much的感觉。男生喜欢吧？男生喜欢。男生你们喜欢吗？告诉我，如果喜欢，我一定会买这一套。
其实不错。对，有很夏天的感觉。怎么办？我穿个四套比基尼我都要买，到底都要买，没办法，都要买，怎么选？右肩这个颜色很亮，但是我觉得有一件太 open 的感觉，太 open 了。如果我去海边会有一点尴尬。那你觉得你的想法这一套 bikini 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还好，还好，不要吗？对，不要。但是我不知道男生不喜欢。嗯，没关系，只要看，如果你喜欢就买，不是为了男生买。要看我们的内心，不是我们的身材，好不好，男生？我买了新的 bikini。所以现在我可以去海边，也可以去游泳。谢谢奥利，你帮我买。谢谢你，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订店。如果你喜欢的话，按赞、订阅、分享，谢谢，拜拜。Be my baby.Thinking of my interest, baby. Treat me with some goddamn respect. You don't know a thing about my interest. I don't give a damn who up next. Talk about the money I want. Hi, 大家好，结果呢，我买了这个绿色的比基尼。Like getting dressed up to get undressed. Running that mouth, you should say less. Put them lips to action on this big set. You always wondered what you're missing.林佳好，我们今天的来宾林佳娜。大家好，大家好，她是林佳娜。我是从乌克兰来的，白俄罗斯啊。再说乌克兰，乌克兰，乌克兰。我们终于到了，今天茄子教练说你不要来健身房，我带你去做外面的活动、是不是？是你、是你，带家人是你。对啊，老板先到。没关系。大家想要看你有没有十八公分？十八公分。哇，真的。不要那么变态。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哎，然后洗一洗，吐，你也可以吐口水。我还要吐。好的。太远，太远，太远，来 go。有没有？有点暗。那你不然你站好了。啊，我站好了。去抓鱼。我要去抓鱼。好，我去。你去，好，去。去。什么事？看到了，看到鱼了，对，两个，两条。等一下，我去找我们路上。没有麻烦了，我没有买啊。没关系，你说你们有钱。好。再转过来一点。哦，这一次晕了，这一次晕了，不可以，不可以，很危险。啊，人家因为就没有很深，所以你下去的时候想要浮起来，这样。No， 不可能，不可能啊！这么矮。啊，现在我们要吃东西，我们要吃什么？是我们买的。然后有是准备一些咖啡，然后我们来做。有咖啡？有。你们看教练那么好，有咖啡，有十八公分，他要什么？是不是？就是没有钱。没关系，去穿，去穿钱。我们等一下要举发灯，好，准备去 come on， 现在是广告吗？不算，因为我家旁边，你一杯，杯多大？杯，这么大，是吧？好，一杯，自己摸摸什么？摸咖啡豆啊。你摸。我摸，对，你很壮啊，我很壮，对，哇，超小的，我们喝咖啡了。你需要帮忙吗？接着我们就把这个倒进去，都给你了，谢谢。真的都给你了。啊，你喝什么？我没有喝咖啡的。真的假的？真的。这是为了我 ，for you， 我的咖啡，咖啡，不可以得意，然后这样应该还是可以喝了，我的咖啡呢？咖啡走，啊，这个不可以喝吗？你看啊，你有没有听见？哈哈，你今天拉肚子不要找我，哈哈。准备喝我的咖啡。小心我的手。你们看教练那么好。我在家我会被攻击。谁会攻击？我只是他家出来玩而已。太好了，对。教练真好。教练又请。你们不要对我的教练不好，因为他会哭。你会哭吗？会，对，我很会哭。
等一下吧，应该有点烫。很烫。好喝，谢谢。对。现在我们要回家，因为快下雨了。赶快去吃饭。我的鞋子里有很多水。